踹我，怎么进去？结果那个门被我踹飞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只能走到那个门过去，就特别尴尬的场景。其实我觉得不尴尬，因为帅哥帅什么都很帅。也合唱过歌曲了，在你们这个合唱的过程当中，有录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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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听懂了吗？刚才的绕口令是在说什么？哦，我不知道，我就听出了那个嘶嘶嘶嘶嘶嘶。是啊，好了，下去听姐姐会给你解释这个绕口令吧。那其实今天两位来到了这里，我也想请问两位，就是你们觉得丽颖姐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정말이렇게잘할줄은몰랐는데요네너무저는진짜상상못했어요太棒所以两位也是第一次看丽颖啊小不小对对对对哇我也是第一次看被惊讶到了没想到这么多才多艺歌唱那么好小姐姐还给拉那么好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雅的女生那下面这个挑战呢好像就会颠覆的谢谢